全连菜，啊，做好饭了。这不行，我怕人不方便呗。行，你别点了，我点了。来，你把这个。哎呀，我点这个，我点。做好饭了。做好饭得了。看看，这炒好了这菜。你妈都弄好等着呢。肉也炒的肉筋，土豆筋。这两天里来家，感觉跟好长时间没来。那。周海东不，我这手这好多了。啊，早两天没人，这不没了，不嫩，疼的很了。啊，你妈说你别整这个手了。弄的弄好了，管。他切臭的了，你妈说的。管不弄。这切成片就能切不好，切成末日。管。你炒吧，汤烧好了。天冷了，我赶紧买的衣裳。这才两天不在家，给多大过生日呀？我的家人。哎，是不是少一件马甲？忘了拿了吗？你买个外套和他穿。哎呀。管不？你看看，给你买个软乎的。这就能穿着。这我都管他。管。你试。我摸你手，咦，你手凉了些。啊，你穿穿试试看看。俺也喜欢穿点，然后你也穿几套了？你看看，你穿内衣，你的手还嫩凉。穿三套了。穿两个。啊，印象中，那快，不用穿了。这个容易啊，它就暖和的快。是的，你不要脱了。一下子就脱了，它也快完了。你刚也喜欢穿这个，你也穿了个薄裤子嘛？嗯。这个裤子好。等会儿俺妈给你教教裤腿，说你要管它。不行，瘦吧，瘦吧，穿瘦吧，我管，你也穿着我还好，这个还便宜了，那个还贵了，这穿十块哪个都管，他又得劲，你扎心，然后这个脑子不饿，我看看瑶瑶，我看瑶瑶这两天不香香了，瑶瑶乖，我搁那，乖。一说来家，高兴的很。一个一个的。再见，宝贝。娘，这咋了？小水晶。小奶奶抱抱来，好不好？奶奶呢？你不想奶奶了吗？长形了，不是那味儿。爷爷奶奶忘了吗？啊？长形了。瑶瑶，你爷爷呢？再见，宝贝。哦。你奶奶。我回来，你走了。穿好了，穿吧。来，看这儿来。他这你收拾收拾啊，叫奶奶吧，奶奶吧，奶奶抱抱，叫奶奶吧。还是给爷爷奶奶亲是不？瑶瑶，好吧。瑶瑶，你好了我呢，好了我在哪呢？好吧，你上哪去了？一走今天俺那个家都不一样了，咋还没亲？这个事儿没有了，完了。这个不让来，这个不让去，咋弄啊？你进家乌拉乌抹的，那你那边他在家多热闹，又在家抱抱他，逗逗他。瑶瑶，啊呜！下雨了，跟奶奶抱抱吧，奶奶抱抱，你上哪去啊？看老叶子。说啥呢？我那俺那头就关了。不是不是吗？给老叶拿了菜。来，我炒菜。那买来的菜两天的啊？哦，对，我都忘了。你买的烧鸡，枣鱼，还有枣鱼。那咱他炒这土豆，他一点青椒都没有。哦，土豆炒好了啊，他两盘土豆炒好了。管奶奶，俺不在家，还有人给你做饭。他切的土豆比我切的还细了。俺父母没来，今个下雨了吗？我还接着呢。那就吃饭。这手不能吃辣的啊！你不要辣我，不辣。瑶瑶，高兴的很。回到家就溜吗？别高兴了。给你烧的烧鸡。你先给瑶瑶吃点甜的来，了啊！来吃点甜的来。没事，好吃，香的很。全给你吃完，吃了吧，还一个来。还一个鸡腿，就是给你烧的。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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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好吃吗，洋洋？孩子回到家好。来吧，洋洋。回到家心情都舒畅，显得亮堂着。不是，你搁家想啊？那不想呢。你爷还问几个来我，这个就这个来我，我这个。在家不是我，没要。不在家，木是木木的。你爸他不说话，就是木啥吵吵的一块。那可是。瑶瑶，瑶瑶，老爷走了啊。啊啊啊！别忘了，老爷还没吃饭呢。老爷还没坐车子呢。两天就完。有空。老够了，俺还想着。有空别。瑶瑶，你都想瑶瑶咋弄？你也整瑶瑶，俺妈也整瑶瑶，是不瑶瑶？你要下回再去，可别住那些天了。人家住长了，你不让俺在家，那爷老说这瑶瑶还不来，瑶瑶还不来。你住了三天都跟半年那样着，可能。